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in。那么呢，今天我们回到来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啦，各位。那么我们上一集呢，玩到了我们要来输入密码了，对吗 ？OK， 对，我们要在这个机器这里输入密码。我们要来输入密码。那么有个装置好像要输入密码，要输密码吗？是的。可是密码是什么？密码是什么？请问，密码是他们说是白色的龙，然后是第一个字是雷，所以雷西拉姆吗？雷西罗姆还是雷西拉姆？可是你要我怎么找啊，各位？雷，讲罗马音，雷西拉姆的英文名叫什么？请问，我们可以上谷歌去找一找吗？雷西，哪一个西呢？雷西拉姆的英文名叫什么？雷西拉姆的英文叫做 Rush Hiram。 OK， Rush Hiram， what the hell。 RESHIRAM， 哦，刚刚好，一定是这个了。What the hell？ 不对，还是难道是裘雷姆吗？裘雷姆的英文又叫什么？裘雷姆英文又叫做什么呢？K-Y-U-R-E-M， OK， K-Y-U-R-E-M， K-Y-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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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不对， What the？ 又不对，所以是什么意思？1234567。喂，这是汉语拼音哎，哎，这是汉语拼音。哇，谷歌不是谷歌 ，Pokemon Black 2竟然有汉语拼音的。哇，这个有点出乎意料。这应该是雷西拉姆对吗？雷西拉姆姆。Oh my goodness， Pokemon Black 2竟然会有中文的拼音耶，我的天哪，密码输入成功。 Oh my goodness， 这个太出乎我意料了。 Pokemon Black 2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真的，我们的 Pokemon 怎么样了现在？ OK， 我的 Pokemon 全部状态良好，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场战斗要发生了。喂，这装置不会坏，也就是说你休想从这里将裘雷姆救出去，确定不会坏吗？不过你还是不放弃吗？那我就引导你吧，我可真是善良啊。你还要跟我打？你不是已经打输过我了吗？我那时候跟 Pan 一起打你，已经打赢他了，这次他还要再来打？又是几盒雪花，又是两只几盒雪花吧？你真是大胆呢，既然拿几盒雪花来跟我战斗，真是太大胆了，佩服佩服。Oh my goodness， 怪一光，我最讨厌怪一光了，真的是超级讨厌。Nice lah， 我的 tone， 效果八群，命中要害，52 level， 果然是两只几颗雪花，真的太没有用了，你太没有用了。
光之壁。哦，混乱解除了，一回合罢了，我的混乱就解除了。最后位置是马里奥拉是吗 ？OK， 好可怜啊！我觉得我一直通就打完你三只 Pokemon 了。哦，他速度比较快，好吧。杀不死他，神速，再见了。用神速的话，一定是第一个进攻的，就像是 Crit Attack 一样 ，nice 啦。OK， 一直痛就搞点你三只 Pokemon， 你还想要教导我？想不到我又输了，但是笑到最后的肯定是等离子团。为什么你这样呢？你真是无厘头啊！好像是控制船内能量系统的装置，修拉拉，想去前面的话就站上另一个传送面板吧。不过你要去了前面，肯定会被收拾的。嗯，所以我们要干嘛现在？哦。哎，阿克罗马，欢迎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帮忙进行研究。我研究的是如何完全引导出精灵的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会不惜任何手段。所以原来你也是坏人啊！像你这样的训练师，可以通过心与心的交流，发挥出精灵的强大。像等离子团那样，和用残酷的研究和虐待，也能激发精灵的潜能。没错，他们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世界的毁灭。好了。我想知道和一休各地的无数精灵训练师对战，就能让精灵的潜能激发出来吗？我不断在找合适的试验品，而你就是最佳人选。来吧，告诉我你心中的答案。准备好的时候，就向我发动攻击吧。所以原来你也不是好人。其实我在这个 game 里面也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真的。因为每个人都说着不同的话，我也真的分不清楚了。Come on， 我们来战斗阿克罗马，等离子团的阿克罗马。哇，你是老大吗 ？Oh my god！ 哦，五只 Pokemon， 三合一雌怪，还没有最高进化的三合一雌怪，好吧。那么我就咬你，可是我觉得我会被静电。Volt Switch， 哇，蛮痛！自爆磁块哦，果然。那么，火之牙吧。我觉得我的盾就死掉了。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打？哇，咁都得！好了，我咬死你了，拜拜。我咬三合一磁块没有咬到这么痛，可是我咬自爆磁块咬得更加痛，这是怎么回事？自爆磁怪明明是三合一磁怪的进化，可是为什么会这样？金属怪，你全部都是 Steel type Pokemon 来的，这样你会死到很惨的。如果你全部 Steel type 的话，高速移动啊！你可以准备收尸了，你再见了。哦，他没有打中我，虽然他速度已经快过我了，可是他没有打中我哎。我的天哪 ！Fire 54 level 了，开玩笑。死人怪，你真的全部都是 Steel type 呗？这家伙收集全部钢铁系的 Pokemon。Oh shit！ 我死了，终于死掉了，耶！他终于死了。可是还有谁可以打他呢？可是他有10万伏特哎，我觉得我用 Fly 的话我会死哎。他有十万伏特，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你觉得 Flyer 撑得住吗？我觉得 Flyer 撑不住哎，我觉得 Flyer 撑不住，果然如此。
这个有点麻烦啦、啊、现在。Okay, nice. 那么再用了一次放电。哦、oh, ，他有 potion 了，这东西，这家伙。Okay. 放电对他来说是 normal effective， 非常棒，很好。哦、oh, ，他一直用这个，速度大幅提升，然后攻击提升。哇，这下不好了。哦耶，他麻痹了。啊，静电了 ，nice。那么我们再用到一次放电，他就死了，非常棒。刷币54 level， 哇，3571 EXP points。大智怪是什么来的？大智怪是什么？你是什么来的？你是龟头吗？明明是什么鬼东西来的？Oh my god！ 天挖洞，完全不懂这东西是什么属性啊！冥想 ，Come on， 就是说它是 physic type 吗？难道它是 psychic type？ 不是 physic，physic 是物理 ，psychic 是超能力。哦，它是 grass type Pokemon 来的。OK， 提莫没有死，很好。再挖的一次洞，好，让他去死。大智怪，这个东西叫做大智怪，太恶心了，这东西真的是。三合一磁怪啊，哦，如果我用挖洞的话，可能打不了他是吗？我不太确定耶，可是挖洞的话好像对它是没有效果的是吗？因为它是漂浮在空中的。我们 testing 看看。哎，有效耶，不错，居然有效。 Nice。 28,000 块钱，好强，一直强大的训练师。那么我问你，精灵和训练师之间相互理解可以引发出更强的力量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诶。我只是一个 Pokemon 玩家，我又不是训练师。原来如此，你的回答就是我的理想。事实上，你正带着你的这份信念和精灵一同引导出真正的力量。重复一遍，为了让精灵更强，我不惜任何手段。如果人和精灵的交流没办法达到那个高度的话，我就只能用残忍的科学研究来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实力了。但是你让我看到了第一种可能性，你的胜利或者是等离子团的胜利，对我来说就是决定人和精灵应该如何相处的战斗。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穿过又一次被捉的丘雷姆面前，乘上另一侧的传送空间吧。那么祝你好运。他叫我们走，就是要他叫我们做用另外一个这个传送空间的这个青色的那个东西是吧？你还不让我过？什么？居然将阿克罗马大人给打败了！哇，你真是很厉害啊！不过我没有精灵，白痴，好白痴啊你！我可以回去那个医生那里，叫他帮我们补一点 HP 吗？有点需要医生的帮忙啊，现在。Hello， 医生，你还在这里啊？谢谢你啦，医生，你真是一个好人。在等离子团里面，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医生。我要上去啊，要怎么上去啊？请问。OK。那么我们要走这个传送空间，这是传去哪里的呢？这个又是传去谁的办公室啊？又要我打多另外一个人啊？
啊、哦，我的天啊！这敌人是打了好多个等离子团的老大，阿克罗马。那家伙作为科学家实在是太单纯了，这也算是等离子团的老大吗？我们征服一休的崇高使命，居然都比不上他个人的好奇心。好了，你是幸运的，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听到我歌姬斯演讲，你叫歌姬斯啊 ？What the？ 歌姬斯演讲的人 ，Hello， 歌姬斯，丘雷姆隐藏的真正力量将会由我们等离子团的科技引导至极限，将一休整个冰封，将恐怖所支配的一休人民和精灵将会在等离子团，不在我的脚下臣服。哇，这个背景音乐好诡异啊！丘雷姆是虚无，在那个精灵分裂成雷西拉姆和杰克罗姆的时候诞生的。我的欲望就是完全统治一休。没错，丘雷姆这个容器将会承载我的欲望。黑暗三重奏，歌姬斯大人，丘雷姆搬运完成了。终于，我将成为一休的新的主宰。美妙的时刻终将来到。好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哦 ，Pang， 你又来了。Pang， 为什么你永远在我后面的呢 ？Pang， 等一下，你是黑暗三重奏吧？都是我奎山市抢走的，爬什么在哪儿？啊，你应该就是这家伙吧？咕噜噜噜噜，为什么你带着一只爬什么走街啊？这是五年前在奎山市抢来的精灵，所以你所说的精灵应该就是他了吧？但是现在他只听我的命令，这就是输入在精灵球之间的精灵的命运。你说什么？开什么玩笑？这个是别人的精灵啊！哎，精灵就是悲哀啊，被精灵球支配，受训练师的摆布。歌姬斯大人为了野心想要解放精灵，如果两年前成功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精灵得救吧？这酷豹不对你来说是扒手吗？哦，扒手吗？原来进化成会变成酷豹，我都不知道哎。我玩了这么久，可是我从来不懂扒手们会进化成酷豹，也能从精灵球中解放出来，回到你的身边了。好了，那边的不许妨碍歌姬斯大人。你要来跟我战斗啊？我好怕、啊。黑暗三重奏。咬你就好了嘛。Up soul。又来了一只，哎呀，黑暗三重奏的 Pokemon 永远都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没有进步的黑暗三重奏啊！好了，简单搞定。哦，还有两个人了，果然是三重奏啊！嘿，你在干嘛？抱歉，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可以怎么做。终于见到面了，他却只是这样瞪着我，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的天啊！监视器是雪花哨点状态，可以听到团员说话的声音。想去前面的话，就先打扰我们吧。你想跟我战斗吗？自从那时候被歌姬斯大人救了之后，我就宣誓为他效忠。所以我们要打这三个人啊，还要打多两个人啊，真的是麻烦。不要告诉我你们的 Pokemon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OK， 看来你们的 Pokemon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要靠我的 Tone 来烧光你们全部了是吗？哎呀，我按错早了，我按错了，我应该按火之牙的，可是我按错了。
你去死吧吧！我只是按错招罢了，你不要跟我嚣张。哎呀，被他速度快过我了，哎，真是不好。哦，诅咒娃娃，这是什么？这个是诅咒娃娃啊，暗影爪 Shadow Claw 吗？那是为什么这么痛呢？开玩笑啊，ouch。这只的话交给 Fire， 我觉得我用 Black Bird 它应该可以死掉吧，应该。不了，用冲浪比较好了，用冲浪应该杀得死它的。OK， 很好。哥吉斯大人追求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愿望。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我和你无怨无仇，但这是为了哥吉斯大人。哥吉斯大人啊，哎呀，难听死了，真的是。唉，还有最后一个，永远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的天哪！哦，对他没有效哦。对了，忘了。咱们换 Pokemon。嗯，又恐惧炎，太不好了。提莫53 level 了， up level 234 ESP point 都 up level 53 level。 OK， 提莫越来越强了。敏捷虫，非常敏捷的一条虫啊。提莫了，你是很敏捷的虫吗？你确定吗？哦，虫鸣。哦，虫系对地面系原来是非常有效的。哦，可是我一咬人就死了。排血排血，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OK， 第一只跟最后一只永远都是这个小兵，好吧。我又按错招了，我按了奇雨，搞屁啊！奇雨搞屁啊！我直接用 surf 它就可以死了，我干嘛要奇雨呢？直接用冲浪它就可以死了，麻烦。好吧，算了，就算我输了，只要哥吉斯大人赢了。算了，你能做的就是看这个技师大人是如何使用 Q 雷姆将一修整个都冰封起来的，仅此而已。你这个机灵还给你，想到个技师大人之后要做的事，他已经没用了。我说 Carol， 如果等离子团真的得逞了，像扒手猫和 Q 雷姆这样可怜的精灵会更多吧。对呀，说什么废话呢？我可以回去上面吗？我要去那个医生那里，让我的 Pokemon 恢复 HP。
我们让我们的 Pokemon 恢复 HP 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找那个哥基斯大人了，对不对？好了，我们要去找哥基斯大人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下面这里是哪里？哦，我出来了。为什么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了。这个看来又是一个迷宫。所以我要去哪里呢？会有这里会有 item 吗？这里？哇，这个有点，其实也不会很难啊。这些都是 common sense 来的，不会难啊，都是 common sense。哦，有 Pokemon 呢。哦 ，Moonstone， 你是？哎，不是，你是月石。我不懂你英文名叫什么了，可是你应该不是好东西吧？我现在是要去哪里啊？我先探险一下这个地方。用一个人爆。OK， 金色喷雾器。过不去那里。这里是要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的是吗？算了啦，我们不管了，直接从这里，不知道是去哪里了呢？这里，这个洞穴不懂是什么洞穴。没有东西的，这里也被冰封着哦。哦，哥基斯，这里哦，原来这里就是巨人会馆。巨人会馆，这里正是丘雷姆的力量之源。丘雷姆能在这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可以轻松将整个异修全境都冰封起来。丘雷姆，丘雷姆要来了吗？上吧，丘雷姆 ！Oh my god！ 呜。Oh no！ 哦，你出现了，咻啦啦啦啦啦！我们有一段不可原谅的记忆，唯一的一段。每次你让我想起那些，都会让我很不愉快。但是为了向你表达你来到此处的敬意，就让你亲眼见证异修地区被冰封的命运吧。No！ 丘雷姆，冰封世界吧，咻啦！你现在在冰封世界吗？你在冰封世界吗 ？No， 去阻止 Kiro， 你在干嘛？你不要站在那边了喂！你可以去阻止吗 ？No， Lollipop， 一大堆 Lollipop， 发生什么事情了？哇，干嘛打我？干嘛打我？啊？什么交叉闪电 ？What the fuck is this？ 你来了吗？有人用杰克罗姆了。没有人类执行的怪物 N 啊！哦 ，N 来救我了 ！N 是谁啊？你是谁啊 ？N 大人，哇，你是什么鬼东西？蜜蜂啊，黑色的蜜蜂。杰克罗姆告诉我，丘雷姆所受的痛苦，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伤害经历的人存在。而且我爱一休，这是让我能以一个人的方式生活，让精灵可以和人一同和谐生活的地方。我要守护这片大地上所有的人和精灵。巴巴里巴里修，巴巴里巴里修，哥基斯了不起，震撼人心的决议，我给你的国王教育，果然没有白费吗？当年我在森林里找到和精灵一同生活的你，还费尽心意的抚养你长大，结果居然反咬一口，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你是如何妨碍我的计划的。我本应该利用你的能力统治一休的，但是我可以原谅你。你带来的杰克罗姆可以碎掉冰，也省下我找的时间了。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只要我在双龙室发射冰弹，你就会察觉到异样出现了。丑陋的算式，我不认可。那我就让你认可，用这个基因之气。基因之气到底是什么鬼来的？这是什么鬼？这是什么？哇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你在干嘛呀？哦，变正方形了。哦，变三角形了。哇！什么鬼东西？你是丘雷姆吗？哦，哇！我在看电影啊。哇！你做什么你？干嘛？哇！你头上长了两个大炮出来。丘雷姆，你要干嘛？丘雷姆，丘雷姆 ，Oh no， 杰克罗姆，哦，这是 Pokémon 对战啊！Oh my goodness， 我在看电影哎 ！What the shit？ 没有命中，好烂啊！这个洞穴原来有这么大，我都不知道。哦，这是什么？被绑着了 ！What the fuck？ 哦，杰克罗姆要死掉了 ！No！ 变灰尘了，所以现在是变一粒球了。杰克罗姆，丘雷姆啊，吸收杰克罗姆吧，合体。No！ 杰克罗姆要被吃掉了，杰克罗姆要被丘雷姆吃了。地球地区就要被毁灭了。你在做什么啊？你不是要吃它了吗？为什么你整个屁股在开花的呢？所以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是什么事情？杰克罗姆被吃掉了吗？哦，杰克罗姆跟丘雷姆合体了。他吃掉了杰克罗姆，结果丘雷姆吃掉了杰克罗姆，结果杰克罗姆跟丘雷姆变成合体了。这是什么鬼来的？这个根本是机器人来的，好不好？这个是一开始的那个 Team Screen 的那个画面来的，是吗？我的 Pokémon 被吃掉了 ，No， 哎，你好可怜呐、啊！想不到还有精灵合体这样的算式啊！愚蠢之人，上次我是想利用你俘获人们的心。统治这片大地的，但是这次就是压倒性的力量，我要用它统治一休，知道吗？如果你成为国王，一休会永远这么美丽。好了，训练师啊，这次谁都救不了你了。那是老重复同一件事，也没什么乐趣。现在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阻止丘雷姆吧。嗯，你的精灵球在颤抖啊，莫非你的精灵生气了？错，这是不可能的。区区道具是不可能会有感情的。来吧，向丘雷姆挑战吧。我先说好，他不能捕获。为什么不能捕获？我拐棍的干扰器会发射封印精灵球功能的妨碍电波。哦，所以不能抓他吗？太伤心了。不能抓他的话，太令人伤心了。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 ，OK。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回到来更多的 Pokémon Black 2 and White 2， 大家再见，拜拜。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跟这个丘雷姆跟杰克罗姆合体的一只 Pokémon 来战斗了。其实看他样子也没有很强罢了，他只是高我一个头罢了，各位。他只是高我一个头罢了，我觉得我自己跟他打，我都打得赢啊，不用用 Pokémon， 我都可以打得赢他了。根本，这家伙真的是整个。脑残这样怎么打？OK， 好了，大家再见，拜拜。